这边做的一个比对图。那么现在呢，我用蒙版工具啊，我们可以看到左侧是李岩官方公示的证件照，右侧是杨某霞在视频里。我们可以放大之后看他的鼻子的鼻翼以及嘴角，不能说是完全一致，只能说是一模一样。那么这个过程大家应该能看到我们这个比对的过程吧，而且各方面都是完全契合的。那么这个就是李莹和杨某霞的证件照片。这时候会有同学说了，这个肯定是我角度的问题，因为官方他们有公示照片嘛。那么官方呢是认为杨某霞是小花梅。那么我这边呢专门找到了我在相关领域进行研究的同学，我的母校同学，然后问他这个比对怎么样体现出更强的专业性。他说现在主要是靠神经网络，然后这块呢并没有很好的理论基础，主要是靠一些数据集进行直接训练。那么他这边给我的一个非常简单的练习的这个入口，大家也不要过多去访问这个网站，这个网站过多访问的话可能会崩掉。那么我这边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么官方公示的这个工具呢，我这边通过人脸比对的这个机器学习去识别，那么可以看到官方比对的小花梅确实是杨某霞在结婚证上的照片，相似度超过81%，那么这两个确实是一致，但是我们就纯靠视觉，你能感觉到杨某霞和这个人是同一个人吗？所以说这个过程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的事情的问题的复杂度要更复杂一些。对事件本身我这边不做过多的讨论，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官方公示的照片，也就是这张。那么这张我们在和他的我们这个证件照去比对的时候呢，我这边使用的是骨相比对。我们可以发现在骨相中他的大多数的这个比如说像眉骨都是完全一致的。那么如果说你对这个过程还不是很相信，我们现在就这张图片具体来看，我们拉出来参考线，我这边把参考线分别聚焦在眉骨、鼻子的左鼻翼、鼻子的下鼻睑以及我们的这个上下嘴唇。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和这个第二张照片几乎是完全一致的。那么这个过程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这种骨相的比对，而在于我们现在将两张照片的不透明度直接进行降低。你会发现在这个降低的过程中，这张图片看起来是如此的自然，就像是一个人从多少岁变成多少岁的那个视力一样。所以说这也是我对这个比对过程中最恐惧的地方。当然了，这个过程还有很多人提供的像这种图片，就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杨某霞的孩子和杨某霞这个李莹的父亲有很多在长相上的相似性，因为我们都认为儿子会随母亲一些，母亲会随父亲一些，所以他们是拿隔代进行这个对比的。所以综上所述呢，我这边可能在图片中比对更倾向于扬州徐州丰县丰女人杨某霞更倾向于李莹一些。那么在这个事件中，我的观点是无论这个人是小花梅还是李莹，他们都是很可怜的人，一个是从云南来到江苏，一个是从四川来到江苏，中间都吃了很多苦，甚至说是受到过侮辱，这些本不应该是他们命运所应该遭受的，他们应该获得更多的爱，获得更多的善待，应该安然的长大，享受着本应该有的幸福，而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眼神的空洞还有嘴角中已经失去的这种光辉。所以我现在的观点就是，我们现在把这件事情和大家公之于众，为的是让更多的女生没有类似的遭遇，而不是徐州现在开始大范围的封杀这篇推送。这也是我对这个事情最大的期待。你的儿子的名字你记得吗？儿子叫什么？还搞什么名字？知道吧？这身衣服还能凑合着穿，还能保保暖，保保暖。冷吗？不冷是吧？穿厚一点，稍微穿厚一点。你是想不想你？
哦哟。